我真的牛脾气都被 HKE 惹出来的。一堆粉红棒棒团，平常都不会看到，最近我才理解到那个免费仔的数量到底有多么的可怕。因为平常在聊天室讲话，这些人都是有订阅能力的，只是他不愿意订阅。操你妈！差不多了，50分哦，大家停一下好不好？你从现在听到开始，你停手好吗？不要再订阅了，因为你现在再开始订阅，很可能有机会，你可能不会进到抽奖名单里，因为已经50分了。哇！我他妈今天有第几个订阅啊？现在1500个，有500个订阅啊！我们现在准备开抽，好，让我们投奖来编辑一下 Twitch T 恤5件啊，6件嘛，我说我身上也要抽给你们。键盘、精英外套，等下我测试，我一个测试抽奖的好不好？这个测试啊，这个抽到还没东西的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哎呀 ，Rayan 1203，恭喜你抽到一个测试奖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傻逼！来，我们抽第一个 Twitch T 恤，看看究竟是谁中奖。恭喜你中了这件新 T 恤。然后呢，中奖的麻烦你，我想一下要怎么通知我。中奖的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然后我这里我看我今天XL 专门为肥宅准备，因为我知道聊天室很多肥宅，所以我体谅你们，我拿了特别多的 XL 大号的，拿的特别多，我什么 size 都有拿一点。靠北，我想起一件事情，我做了个那个抽奖的海报，然后我都没有贴，我都忘了发粉丝团。精英外套这个，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说是比 iPhone 8还重要的，因为这是钱买不到至高无上的荣耀。你 iPhone 8怎么贵，一支3-5万嘛，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耀，你买到精英级。买到个8万10万吧，因为这是钱买不到。这不是钱买不到，你懂吗？还是寂寞？寂寞你要卡个精英奖励，没有8万10万你买得到吗？所以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说，这件外套其实才是大奖，所以我们慎重抽下这个奖。Fireman 1209，恭喜你 ，Fireman。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但是你的名字看起来很眼熟，你应该是老干爹吧？你应该不是抽奖仔吧？看一下，抽奖仔归抽奖仔，就你们愿意共襄盛举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我们大家参加抽奖活动要抱持一个心，就是有中爽嘛，没中就是自在参加嘛，大家一起共襄盛举，欢乐，对不对？你们真的，其他1500多个没抽到。不要怨我，我也希望我爸郭台铭或李嘉诚啊，那我可以他妈抽1500只 iPhone 送给你们。来了，2001又是抽奖仔，我真的一个都不认识。不是，我对我的干爹，还我5美金，操你妈！我对我干爹都是很重视的，你订阅我够久，我真的一定都认得。今天抽这些全部都抽奖仔，大家自在参加嘛，你没抽到也为这个 A200-1103A 感到高兴。对不对？而且说白了，说不定他人不在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他3天内没有寄那个什么中奖讯息给我，没人领嘛，我就再抽一次。然后你们自己抽到的，麻烦寄我粉丝团第一姓名，第二电话，第三地址，第四可能我想要你的签名，特哥可不可以亲自送来啊？特哥你可不可以跑步送来我家？你可不可以骑车送来我家？各种理由你可以补在后面。30分钟前订阅，30分钟后退订88,888。你们退订真的很没意思，你看我这么用心良苦，我掏钱买一只全新 i8， 你看我自己，我一只垃圾 i6， 然后还一只破烂的 i5， 我自己7都没用过，我现在用6，我用 6s， 我们马上来检视一下有多少退订仔，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到底存在着多少无耻的畜生。刚刚是153级，对不对？刚是15多少？我相信啊，至少还有1560个啦。刚是15甲，你记得吗？干你妈，马上少了50个，他们一群畜生，他们你儿子真的一群乞丐，他妈我没想到一群乞丐穷成这样子，几十块台币都要省，真的，2.5美而已，小以前5美可能是160-170，可能可以吃个两顿便当。半价2美还2.5美，60-70块你都要省，是不是乞丐啊？真的是一群乞丐。这个月到月底嘛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抽的？今天抽嘛，我10月30订阅剩的那些钱，我全部拿出来。假如有超过3万，我再买一只 i8， 我再定个规则给这些非抽奖仔的抽。